禅修它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那解决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方式？它达到了这个一个它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进阶式的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禅修是一个很体系化的一个生命的实践之书啊，生命实践之书。如果说我仅仅看看书、看看文字、听听啊、哦，一坐30年不动，胡子长这么长，头发这么长，小鸟在这里做窝啊，鱼在这里下崽，那都是想象中。但是禅修确确实实，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手段啊。这个手段，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些设施就是手段之一啊。为了更大程度的体验到禅修的这种最终的意蕴啊，最终的那个意蕴和它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些个保证这个课程进行的一些个这些，粗看起来都是很约束性的，都是很约束性的，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啊，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我们内在的体验，会发现这些设施它的妙处所在。因为我们人活着，我们的认知是透过啊，第一个认知是什么？你们做过妈妈的，小孩子生下来，他的第一个认知是什么？睁开眼睛，对不对？睁开眼睛，眼看色，所有的物质的现象都叫做色法，眼看色。耳呢？耳听什么？耳听声，所有的这个声响，无论是你爱听的还是拒绝听的，啊，无论是微细的那个你咱们这个普通的肉耳听不到，但是用天耳可以听到，甚至用探测器声呐那个什么高分贝、低分贝的，我们能够听到的，那耳对的都是声尘，鼻子对的是什么？气味、香和臭，对吧？啊，刺激的氨气。啊，刺激的碳酸氢铵，这个没无色无味的二氧化碳，这个都是。然后呢，舌头对应的什么？早晨吃的有辣的，有咸的，有淡的，有酸的，有苦的，对不对？叫胃，舌对胃，身体38度昨天，啊，它的感知，超过45度呢，还能部分人能容忍，超过50度呢，烫伤。然后一根啊，一根对应的记忆呀、想象啊、逻辑呀、判断呀啊，眼耳鼻舌身意6个东西是我们生命的作用器官。那这6个作用器官现在禅修啊，平时因为我们活着，哪怕睡着了，我们还用好几个，用几个根，睡着了用几个根，这个不用了是不是？但是真的不用了吗？你做梦蹬悬崖脚酸，然后看到那个老虎在后边追，它用还是没用？表面的咱们习惯的这个睁眼的认知，这个看不用了，但是独头意识，佛教讲的，它仍然在工作，所以它仍然在做，它没有真正的休息。表层的这个能见的那个眼休息了，那个没有休息，睡着了听到人家喊，那早晨闹铃响我们就醒来，是不是一样起作用？蚊子盯着，听到嗡嗡声你就自然的就躲它，对吧？实际上睡着了都在起作用，只不过我们是习惯成自然的起作用，并没有把它当回事。所以即使睡着了这些，但是禅修不一样，禅修是上来就坐下来，耳朵不听了，眼睛不看了，鼻子的呼吸，一开始用这个方法到最后你会忘记了鼻子还在呼吸，舌头、味觉、味的感知，味道的味啊，没有了。然后接下来身体，现在这个阶段它是最直接的感知和认知，
为什么？酸、麻、冷、热、胀、痛、痒、动八个现象会在我们每个禅修的人都出现，都会出现啊！有的人剧痛无比，有的人这个难养无比啊，有的人是这个酸胀无比，坐一会儿这个腰啊这些地方就好像那个车子链子那个没有轴，那个轴啊没有油一样的难过啊，还有的人就好像明明坐在这怎么我就扛了十个麻袋在肩上一样的那种难过啊。所以深根的这个感知，因为你用特定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它产生了这些感受。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个，这些生理的障碍没有了，这里坐下来平时想不到的事坐在这里都会想到，很神奇啊。18年前初次约会那张那个电影票你都想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缺个角是什么样的，都会把它想起来，很神奇啊。那么这个神奇是个过程，它中间禅修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终的我们身心层面的身体的生理心灵的精神层面的所有的痛苦的停息啊，获得生命的自在，大自在。但是在追求这个大自在的过程中却经常的是不自在不自由不快乐的。所以从开始来参加这个课程，大家就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别指望这3天大家头发都光了，烦恼都没了，见到人都是阿弥陀佛了，这样的不切实际啊。但是3天下来起码禅修是怎么回事大概明白一些了，回去之后我还愿意做这件事情，无论我工作多忙事情多多啊，人际交往有多么这个烦，但是我愿意一天中拿出那么1个小时2个小时不受打扰的坐下来啊，甚至慢慢的我1个月至少要拿上3天我躲到山上去不受打扰的去坐几天，这就是乐趣，这就是禅修带给我们这个。因为修行很多人以为这个修行就像魔咒一样魔法师一样剃了头吃了素或者说盘腿坐一天然后再一下山他已经是呼风唤雨了，他就能够烦恼止息了，他就能够这个欲取欲求了，有什么人信仰他都给他这个无条件的给他提供服务了，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一个天真浪漫的想法。修行是这一生的事也是前一生的累积，更是我们未来生命的永远的一个阶梯。修行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是生命之行，是生命之修，是生命之学，也就是你要随时随地的改正自己的方方面面的那个行，所以叫做修行。因此修行绝对不是单纯只住在深山里的和尚道人的事情，是每一个生命都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你的行为有错误要纠正它，就像你驾车你跑错了方向你需不需要校正它啊？火车的这个火车上有调度，这个飞机场有调度，那你有了任何的偏差随时要校正过来，修行。自行车的轮胎这个跑偏了要去校车，对不对？语言有了措施修正过来啊，思念这个思想想法有了偏差修正过来校正过来。所以修行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随时随地都不得不面临发生要解决的。你说不要狭隘的理解修行是出家人之事，修行是每个个体生命之事，这样一来定位发现修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也就真正明白了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啊，道也者啊，关于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关于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一刹那都不能离开，能够离开的就不是道，
你说我生命中只拿出一天到山上去，然后就获得某个什么高僧的加持，这个摸顶，然后这个然后你回来你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切实际的。修行修行是随时修正自己错误的身口意他的行为，然后走到正道上来啊，这就是修行。那我们有这个因缘来这个三天啊，来体验这个禅修之乐。当然了，禅修不会像一般的佛教那个运动一样热闹，哇，大师讲法，哇，掌声雷动，是吧？也不会像那个这个群众性的集会一样的，一动辄三五千人、四五万人都上来了，这个香烟缭绕，这个人头攒动，然后汹涌澎湃、激情洋溢的，也不会。修行更多的是关注自己，哎，慢慢的，外在的条件啊，越来越趋向于这个淡化的那个外在条件，嗯，吃的不够，吃的不好，没什么，只不过一餐而已，还睡得不好啊。没什么，只不过两天而已，然后用的不好，哎，没什么，两三天而已，就对那些东西你会越来越放淡，哎，相反你有更多的时间愿意来干嘛，来看看自己的心它怎么跳动的，哎，我为什么还会起烦恼，为什么别人说一句让我开心的话我就哎呦心跳也加快，然后脸上的这个笑纹都笑得那么灿烂，哎，为什么人家说我一句不开心的话，我马上就这样垂头丧气，沮丧的不得了，啊，很有意思。所以禅修就是让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安住一种平淡之中，啊，痛，那我就来享受这下痛是怎么样的。难得有机会，平时痛了马上找医生，啊，是吧？医生解决不了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解决不了找大师，大师解决不了找活佛，活佛再解决不了找自己内心。所以禅修就是找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三天我们在一起来这个学习这个禅修，嗯，现在开放一点时间，你们有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对于课程的设施为什么要这样设施，尽可能的来发问，嗯，我们希望在这个课程正一旦进入之后，就大家100%的投入在里边，真正的做到三个字：傻，傻，傻。啊，你越傻，越投入，就会越得到法的这个乐趣。啊，相反，如果三天你这总是变成这是佛法吗？我来这的意义何在呀？我为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这三天不到马尔代夫去泡泡泉进水呀？啊，游游泳呢？我那还能可还促进了这个业务往来，促进了家庭关系呢。结果我把现在抛家舍业，抛弃了这个邻居同事，抛弃了我的那些，到这来还要痛，还没有任何好脸子看。那个和尚坐在上边，啊，我们也不能动，我的自由也被他剥夺了。你如果充满了这样的变、析、解，总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个三天很快就过去，当然是不开心的过去。相反，你如果哎，反正三天了，既来之则安之，管他怎么着呢，老子就这么做了，啊，痛就痛，啊，痛死了就痛死，看他还能怎么着，有这个劲儿，那这三天会过得很开心，很开心，啊，当然我从我这个做老师做叫。这个层面上，我希望大家过得啊，每一分钟每一秒总都很开心。但是人活着，开心事是不大多见，不开心的事经常见。好，有这个认知就好。现在这个时间开放，自由的这个有关于这个课程，关于任何的问题。这个禅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想听幼儿园的答案，还是博士后的答案，还是中学生的答案，还是工人的答案？我想听。因为我要针对这个就像一杯茶，那个幼儿园的肯定不适合喝，是吧？对。
这个胃寒的人，他喜欢喝的是什么？这个体太热的人喜欢喝什么是不一样的。禅也是这样的，禅无形象、无名词、无概念，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有不同的显现。那么我们最终的定位，禅就是什么？烦恼的止息，五个字。烦恼的止息，烦恼跟生死不相关啊。有些人说把佛法的定位就是解决死后的问题，这是大错而特错，这样一个认知。禅是解决生命的过程中这个烦恼的止息，因为你活着有种种的不如意，这个不如意是不是叫烦恼啊？所有的不如意还在，但是面对这个种种不如意的那个认知改变了，那就是禅，烦恼没了。事情还有没有？一定有啊！你再修行人，天该下雨还要下雨，该晴还是要晴，这个你改变不了，对不对？有的国家要成，有的国家要衰，有的国家要亡，那有的要富，有的要贫，这个都是你无法去改变的。但是你能改变你对这些个发生的认知，这个改变是我们任何人都容易做到的。这个做到了，原来让你痛苦之人，现在你不痛苦；原来让你愤怒之事，你不愤怒了，这 OK 了。所以禅就是这样，最终的要解决的是这个。但是在进入这个禅的过程中，因为人的根性不同，了解的这个意愿不同，所以安利施设了种种的这个教育方法的不同。但是条条大路上衡山啊，条条大路上衡山，目的都一样。上了山来，管你什么怎么来，直升飞机来的、牛车来的、马车来的、水路来的、倒着跑上来的，都无关紧要，对不对？你已经到了，归家稳坐就是，如何来就不再重要。你们曾经做过禅修过的请举手，曾经在别处参加过禅修的请举手。那自己就在家里随随便便没有跟任何人学习过也起码盘过腿的就举手啊，举高一点嘛，别那么害羞。还好了，没有问题了。他这个做的，我们这次这个垫子呢，有两个问题啊，也给你们提个建议啊，那个书院的那个同仁。这个垫子一，你像我这个盘腿这么好了，仍然显得小啊。现在是夏天还无所谓，到了冬天这个风就漏进来了，就不舒服。这个要至少再扩到，至少这个宽度啊，四方形要再扩到差不多要至少要达到65厘米，基本上任何体重的人、身高的人都能坐下。他这个坐得不稳，在一个后边屁股这要垫高，至少垫这么高。现在刚才你们已经坐了一个小时将近，是吧？肯定会觉得哪儿酸，最酸的是什么地方？小腿啊，还是腰？是腰和背最难过。小腿那是痛，一旦气儿通了，它不会难过的。这个最难过的，因为它后边不高。因为我们的脊柱呢，它是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弯度，是吧？你现在因为这样后这前后平的，它这样一盘，它总会把这个重心弄到后边去了。即使这个垫子搁在这里，它也是还是不够高，不够高，所以它压了，就这个腰三和腰四这个地方就特别的酸。那坐一会儿你就很累，就要挺一下，坐一会儿挺一下，
所以这个姿势也很重要。那么你把后边垫高了之后，这个气通了，气满不思食嘛，神满精气神，神满不思眠，你精神饱满了，你根本让你睡你都睡不成。一个人正精神饱满说去睡觉，你看那小孩子玩的高兴的时候，不爸爸妈妈让他去睡，他愿意去睡吗？他不睡是吧，他在兴奋状态下，所以在精气神饱满的状态下，他不会。所以这个后边再垫高一点，再垫高一点。如果他多呢，你们每个人那个小垫子拿两个来做，就更舒服了，让他这个自然的停止，这样自然也把瞌睡解决掉了，姿势解决瞌睡的问题，对，这样子，不是全坐上去，全坐上去还一样，坐三分之一啊，这个正确的往后，哎，坐三分之一，让后高前低，后高前低，这样坐起来就很舒服。然后这个念头的问题，在这几天我会逐渐告诉他如何控制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呢，你是说我强行在这，我说不起念。这个佛教讲一个道理叫做无我，一切都无我。你不要说控制念头了，你就控制呼吸，你能控制多久啊？你试试。试一下，你能控制多久？说我十天不呼吸了，控制心跳，你能控制多久？谁能做到说我现在当场我让心脏停下来不跳？谁能做到？都是你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做主宰。你看，呼吸是你的，你主宰不了的；心跳是你的，你主宰不了的。然后我说好，你眨一下你的眼皮，让你就一直眨下去，平均速度每秒钟38次，你也做不到。所以看起来有我的那个东西都没有我，那么你只有认清了这个哦，每一个念头坐在这里想的，每一个念头你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哎，没有的。所以这是智慧的认知，你去强行压没有用的。你说我不再生一个念了，看过那个功夫熊猫吗？是吧？那个袋鼠啊，还是像浣熊啊，那个 master 师傅，我说，平静吧，平静吧，是吧？所以能做的特别搞笑，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这个修行的理念，就哎，我的心平静吧，我的心平静吧。你让我的心平静，这个心，你想是不是个妄念？大家想想看，它还是个念头。你想要平静的心，就是个乱源，它就是动乱之源。就像有一些个匪民要造乱了，如果你把他这些匪民搁在一个匪圈里边，让他出不了这个圈，你不要去管他，他自然就平息了，是不是？他只要不出这个圈，就像这个跳这个冰鞋的舞蹈，他就在这个桌子上随便的跳，他既不自伤也伤不到人的时候，随便他怎么折腾，当下就过去了。所以对念头也是如此，只要没干扰到你做的，当这个念头干扰到，我就根本不想做，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这个时候需要调整。剩下你不要去管它，你只管教给你那个方法。那这些天我要教给大家正念呼吸法，正念正确的念头呼吸法。因为呼吸呢，跟任何人都直接挂钩。想想看，在娘胎一出生到临终，这一口气不来，任何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呼吸是不是都是最直接的？它有肤色之分吗？有信仰之分吗？有男女老幼富裕贵贱这之分吗？没有，对任何个体都是平等，所以它可以为任何人所使用和实践，正念呼吸法。那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局限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不妨呢拿自己的手指勾勒一下，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这一个小小的三角范围，中医讲的人中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局限在人中这个穴位，不要管它穴位，
只局限在这个小点，因为呼吸你慢慢的堵住右边，挺一下左边，用点力，能感知到吧？气息的流动，来，再换一下。啊，觉是浅层的，知识比较深层的，你清楚的觉知到，哎，在体验呼吸进，然后我们再感知一下，这次专门体验进，进气，堵住任何一边鼻孔，你先感知一边鼻孔的进，那做这个实验，那睡着了，脚丫子这放在手上，那是不是睡着了？嗯，来。所以这个也是插句题外话，我不建议大家早晨起得太早，因为你们在社会上在家里的习惯都是晚睡晚起的，是吧？所以你过早起来，我这一上午纯粹在这说闲话，没有任何好的效果。人性化一点，不要起那么早，那么早了没有任何效果。嗯，因为我们都习惯于晚起晚睡的，一定要精神饱满，禅修是要精神饱满才可以的。这否则我一直来看一个大眼鬼，再看第二个又是大眼鬼，我也讲课的人肯定没劲，是吧？一定要精神饱满，那个睡得充足再来做啊。我们来试验一下感知，只这次只练习啊，静气，对静气的感知，自然的呼吸。你万一感知不到，那你就加重呼吸两次，不要超过五次，超过五次你会很辛苦，就两三次最适合。你万一感知不到这个，好，能感知到吗？来，觉知到的举手，举高一点，因为我要根据你觉知到，我才能进入往下走推进。觉知不到，我们再来练。能觉知到哈？你们没有感知到的举手。这个觉的难度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试验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啊，是你自己就进气出气都无关紧要，你都可以能觉知到进气，你就觉知进气，能觉知到这个出气，你就觉知出气，都无关紧要。那现在把眼镜摘下来，手表念珠一概都摘，放在那个后边，放在身后，让你看不到时间，现在不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啊。然后腿子按照我教给大家的姿势啊，没有盘过的没关系，跟他就像哄小孩一样的啊，看很硬嘛，没关系，这样搓一搓，揉一揉，啊，跟他说说话，沟通嘛。这心理学不是有个叫什么，要你要跟他沟通，哎，乖一点了是吧，软一点了，挠揉一揉，你看，然后挠揉揉，哎，他就你看很老实的就软进来吧，这一条。希望大家是一个腿在上，一个腿在下啊。这个慢慢来练习。这个禅修，这个我们就不强调双盘，但是这个单盘是要力争的，那它就软了，上来了。任何哪个在上都可以啊。
然后做好了之后，两个手，这个天气热呢，可以这个放在这个膝盖上，向上，就是传说中的五心朝天这两个。那你觉得这样累呢？这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两个大拇指轻轻地放在小腹前，别用劲儿，一用劲儿，这个放很累很累，像那个门神一样的，你就累得不得了了，但是你又不能这个垮，你垮一松懈下来，你必睡无疑，一定会睡着的，这个要松而不懈，你掌握那个，怎么做到松而不懈？来，这样来，看，提肩膀，提到这个极限了，往后撇，用力往后撇，然后放下，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双手交叉，好，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你这样就是臀部啊，这个尾椎啊，这个前后左右，你总归让它做的是最舒服、最稳，又让你自然那个状态。眼镜、手表、念珠都把它摘下来，不受制于这些东西。好，眼睛微微的闭起来，那我们就来开始练习对于呼吸的觉知。我们慢慢的来感知它。觉知的意思是，觉是你感觉得到，知是你清楚的知道，有呼，有吸，有气息进出上嘴唇以上、鼻孔以下这个部位，但是你清楚的知道却不改变的，也不去引导它，它原来是紧的，你就觉知紧，紧的呼吸；它原来是流畅的，你就觉知流畅的呼吸；它原来是阻塞的，你就觉知阻塞的呼吸。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单纯的觉知，不必创造一个你想要的平静的呼吸，也不必对已经存在的不舒服的呼吸希望它迫切的离开。在你的内心，在你内心升起的觉知中，没有迫切的想要和想不要，你只是平静的接受，平静的接受呼吸的短长，呼吸的深浅，气息的强弱，都是自然发生的现象，我们只要接受，只要觉知。我们只需要接受，只需要觉知，不必去改变，不必去创造。是没有你想要，也没你想不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的，就是最省力气的，就这样子来练习几分钟。禅修这件事情，它纯粹是个技巧。我们透过这呼吸的觉知，透过对觉知力的
逐步的提升啊，与专注力的这个训练加进，然后我们会观察到身心层面的实相。实相我们不要叫真理，叫真理又容易引起这个理论上的歧义，我们只是要说我们透过对自己身心层面的这种训练，觉知力的提升，来了解自身生命中的实相。而它的实相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实相就是，无论每一个呼吸你觉知到还是没有觉知到，它是不是都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它是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尽管它是真实存在的，下一个呼吸跟前一个呼吸，你说它是雷同的吗？它是简单的模仿吗？它还是截然没有关系，就前一个就是前一个，后一个就是后一个呢？是简单又完全没有关系吗？都不是。但是无论这些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类的呼吸，无论是哪一种的呼吸，也无论是被我们觉知到还是没有觉知到的呼吸，它遵从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叫做实相，也就是生灭无常法则。每一个呼吸升起来吸进来，怎么样吐出去，是不是一次生灭无常？那下一次我又吸进来又吐出去，又一次生灭无常，再一次吸进来呼出去，又一次的生灭无常。所以无常生灭，生灭无常就在我们的身心当下发生着，随时随地的在发生着。它不是指一个生命活生生的死了叫做生灭无常，它也不是指一棵树被伐倒了倒下去了叫生没有了死现前了，不是的。在这里的这个生灭无常法则，它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着，每一个呼吸升起来我们吸进来，停留那么一刹那，然后吐出去，这个叫一呼一吸一次生，然后它消失，叫灭，叫无常变异的实相。我们透过对无常法则的了知来训练这种专注力，心的能认知能觉知的我们叫做能啊。我们所观察的所觉知的对象是呼吸，呼吸叫做被认知，叫做所。我们用自己的心的能认知的力量来认知被认知的力量，是我们自身自心在做这一个实相，了解这个实相，观察这个实相。而这个实相不被任何人创造，不被任何神灵主宰，也不被任何团体法则所制约，它就是活生生的实相。因此释迦牟尼所发现这个实相不是他创造的，他发现这个实相也有呼吸存在，他不发现这个实相也有呼吸存在。所以释迦牟尼他揭示了一个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够运用的禅修之法。他最大的贡献不是创造佛教，给佛教徒的专利，是他发现了实相。创造法则和发现实相是截然不同的，发现实相是说这个实相本有，本来就有，你了解它它也存在，你不了解它它也存在，你违背它遭到惩罚，你遵从它就与它和谐共处。佛陀所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实相，我们正确的运用对这个实相的了知，正确的来观察这个实相，把握这个实相，我们就从痛苦中烦恼中获得自由。这种痛苦和烦恼是生命的痛苦与烦恼，不在乎是一局限于一世一人一家一国，
是生命的烦恼与苦痛。怎么说这个话呢？那活着种种的欲望都无法满足，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追求，追求了，追求的过程得不到，很压力，很痛苦，很烦恼，得到了担心他失去，很痛苦，很烦恼，他已经失去了，更加倍的痛苦和烦恼。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世间上的任何东西，权力、地位、名誉、金钱、财富、才华、美貌、恩爱、感情、婚姻，乃至你的事业，种种种种，无不遵从，生起来就消失的，生灭无常法则。一旦我们能够把这个生灭无常法则能够认识到，它生出生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一旦把握这个法则，我们的烦恼至少化了一半，事还会有，人际关系还会有，权力的争夺，地位的这个抢拼，财富的创造，个人人生价值的这个拼搏奋斗，那些东西什么都不会少。但是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那个烦恼，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烦恼，它会减少了。所以禅修这一法是非常积极的啊，非常积极的，让我们了解生命的实相，运用生命的实相来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禅修也可以和信仰毫无关隔，你无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道教，不管你信什么，你的呼吸没有宗教色彩，你的盘腿没有宗教色彩，你对心灵的训练，这种对心灵专注力、觉知力的这种提升与把握，没有任何色彩，它就是对心念力的把握和训练提升。因此所佛陀所揭示这个法则，适用于人类的每一个生命，不管你为政、为学、为官、为商，不管你个子高矮、胖瘦、美丑、贵贱、老少、男女，不管黑肤色、白肤色、黄肤色、棕肤色，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拿你这个心的力量来观察你心的这个实相。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观察它、了解它。随着我们观察了解的深入，我们就能够运用它，从而让自己从生命的烦恼束缚中获得自由。但是坦白地跟各位说，这种了解这个实相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那么自在的过程。好比现在我们把腿盘起来，眼睛闭起来，要抵御困倦，抵御睡眠，抵御妄想，抵御疼痛、酸麻、冷热，抵御种种种种来自身的、心的、精神的、想象的、记忆的、逻辑的种种种种的内外的干扰，这个过程并不愉快。但是它有个临界点，有时到了一个程度，哎，突然一下子，好，腿很痛，但是痛归痛，它竟然不会成为干扰，我们能够跟痛做朋友。突然有一个阶段，哎，脑袋里有种种的想法，奇思怪想啊，三千年前的想法都冒出来了，没有关系，它能够竟然能够在我的心的层面不干扰到我对呼吸的觉知啊，对正念没有干扰。它会打有这么一个阶段，当这个阶段一在你现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说咱们去打球，或者我们去看比赛，你说师父我愿意打坐，一旦那个情况出现了，你会特别特别愿意坐下来，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跟人交往，也不愿意下山啊。所谓的冷热、蚊虫咬，那些都已经不是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那些问题，蚊虫咬、冷热、比赛、进京，种种的人生经历还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改变了，那些带给我们压力的、痛苦的、烦恼的不再是痛苦、压力和烦恼。当然了，我们还不能变它为享受的时候，它还是真实具体的存在的。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会进入到一个阶段，好，征境也在，烦恼也在，压力在，但是那些让我们征境、烦恼、压力的东西突然有一下子它变得像夏天的冰激凌、像冬天的火锅一样的，冷时给你温暖，热时给你清凉。所有的人生境遇，无论在别人看来是喜怒哀乐、愤怒激情，所有的躁动，这些东西在你的感受里边，它只是平常二个字，它只是平常，没有了让我们癫狂的那种心理的压迫力。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灿烂全部迸发出来，我们可以承担天下，也可以承担自己，我们可以放逸天下，也可以放下自己，进可以承担，退可以收敛，再没有什么牵挂。但是在没有牵挂的时候，我们随缘，随自己的意愿，随自己的能力，承担民族的、国家的乃至这个星球的责任义务，我们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奉献自己的智慧与慈悲。那个时候，所以禅修到底有没有目的？当然有目的，但是一上来就想为了这个目的，一上来禅修就想获得这些目的，无论这个目的是什么都是错的啊，都会给我们带来干扰。你说我禅修目的就为了成佛，错；你说我禅修的目的就为了身体健康、去除疾病，错；你说我禅修目的只是为了心灵平静，然后获知这个深刻的洞见力，回到单位上、回到公司里边，更好的管理团队、更好的打造业绩，错；乃至你要提升专注力，错。什么目的都从你的禅修这个阶段，从这个训练的阶段，把目的丢得干干净净，越傻越单纯越好。你只是在禅修，生命对我们而言只有禅修这件事，专注觉知，觉知专注心的觉知的部分，觉知呼吸的进出，局限在就那么上嘴唇以上、鼻孔以下狭小的范围内。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非常的容易做到。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以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理的状态来进行这样的禅修。你实在无法那样盘腿，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啊，但是眼睛要闭起来一样啊，选定这个姿势就不要动，这样子也会很。然后，那两个脚心相对，两个脚心相对，脚底板对对起来，这样。但是选择这个姿势了，就不要动，啊，最开放、最放松的。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开放的心态。再来训练觉知力，观察呼吸的进出。没有什么，觉知不到呼吸的存在是很正常的，朦朦胧胧的似有似无是正常的，有那么几个刹那、几秒钟是很清晰的，都是正常的，有那些刹那狂想乱想正常的，这一切我们无需要去诅咒自己、惩罚自己，我们只需要做到一点，接受，接受，然后回过头来继续的把觉知力放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
每一个呼吸的进出就单纯是一个进出，每一次的进出就是一次的无常生灭，生起来就消失，这个中间没有创造与配创造，没有主动与被动，它只是自然的发生的实相。我们就观察觉知这个实相的真实的存在，让自己尽可能的放松。尽可能的放松。